嗨，看你的身后，对不起，不，我是让你看他，你没看出来他是谁吗？完全没看出来哎，你是在享受滑行的感觉吗？哎，那位摇臂，摇臂，那是摇臂吗？那叫什么？轨道，轨道，摇臂在这儿，不好意思。这位轨道大哥，通过你的轨道能把我拍瘦20斤吗？嗨，哎，你觉得就在这个桌子旁边铺一圈轨道怎么样？你就在上面一直绕圈，给你弄个小火车，有画面了。我们下次能不能录一个节目叫开车，然后就大家有一个轨道。这个节目内容是什么呢？不重要，这个题目就有点击，第一集会点爆，然后第二集在干嘛？哇，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你要滑去哪里啊？我刚才在轨道上滑行了很久。轨道大哥，你应该叫他滑轮大哥。